这个树挺高的，这就是椿香树。我看拿个竹子能不能把它弄下来。我要拿这个椿香的叶子用来炒菜吃，这个特别香。这个太短了，够不着，我要回去拿个楼梯来。这个椿香来之不易啊，这树比较高，好不容易才拿了点下来。好香啊！椿香我们是拿到了，但是我们还少一样食材。这山上面实在太多了，但是我只要拿这么点就够了。先把笋子洗一下，虽然是剥过了，但是稍微洗一下好一点。椿香我们也洗一下。先把这笋子烫一下，放点盐，放入椿香，炒一下就可以起锅了。好了，起锅了。好了，我们这道椿香笋就做好了。嗯，吃上去了。